要把主持棒交回给 Isabel 吗？对，站着不动也没有问题。Isabel 刚刚现在有开麦克风吗？有，但是我不能开那个 video， 因为他跟我说我就是跟太多人分享荧幕了，所以我就会把我的 video 先关掉。好，好 ，OK。哦，116人，我们可以开始啊？吗？好，没问题。我要去找个房间。那我们是开着的。好，那我们要开始了吗？2:05。刚开始。大家要看那个分享荧幕的话，上面有一个原地线上原地真人的对话框，把它点下去，它就会变大了。然后非常开心，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G0B 临时小学校的线上原地真人营。那我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就是 G0B 临时政府救松团。那首先要告诉大家 ，G0B 是一块大草坪，就是没有任何围墙，那大家都可以认同理念的人都可以随时走进来，也可以随时走出去。所以如果你等一下就是在这个 Gather Town 里面觉得非常无聊的话，请你随时离开也没有关系。好，大家这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那因为是大家共用的大草坪，所以其实我想很多人听过就是公有地的悲剧。那公有地的悲剧就是大家一起共用的地方可能就没有人维护。那为了避免公有地的悲剧，救松团就是在 G0B 的这个社群里面来负责浇灌施肥，努力呼吁草地，让它生态蓬勃的工作小队。为什么？对不起。为什么？那个我家小孩在生气。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救松团的任务是在2014年开始成立，那到2020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那救松团的关键字包括创造场域、建立连结、推动协作。那创造场域就是我们每2个月会举办一次黑客松，在 COVID-19 之前，我们是2个月半一次。那会在线上会有协作的场域，包括 Slack、HackMD、那 GitHub， 还有就是GC Meet 这些地方。那等一下那个就是第二堂的时候Base 就会教大家来用这些线上的工具。那另外我们也很希望和不同的人，还有不同地方的人，不同专业领域的人一起来协作，那借力连结。所以我们会有协助转译工程师和非工程师之间的对话。那我们也希望推动协作，就是把我们曾经专案执行的经验去就是分享给大家，就像今天这样子的场合，那为提案的人找到协作的人，那也提供执行架构的建议这些。那在过去一年里，2019到2020年，我们做了还蛮多事情的。那今年其实就是临时小学校正式开始办，就是到高中还有就是去大学去办就是实体营队的这个活动。的第一年，那我们原来预计是要办7场线上线下的工作坊，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下半年应该都会转成是线上，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夏日真人营的这个机会。那另外我们也提供了帮忙，就比如说总统杯还有 NASA 黑客松去提供解决的方案。那在就是我们也想办法离开台北，到新北、苗栗、台南、高雄去做，和当地的社群朋友一起合作。那救松团运作上呢，其实我们有6位志工，那有3位职工。那这些主要职工就是贝斯和李杰，那大家之后可能会常常会听到他们和他们有对话。那我是伊莎贝，我是救松团现在的文职的团长。那再来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就是赞助的伙伴。我们今年临时小学校的赞助伙伴包括联合报系的愿景工程，还有财团法人新竹县澄清半导体慈善基金会。我们非常感谢他们，让我们能够有经费来做这些事情，能够离开台北也能够到线上来。
那另外我们也谢谢很多学校来跟我们合作，我们的园艺伙伴包括了台南女中，然后台中女中、昆山科技大学，还有竹北高中。那我知道今天台南女中还有台中女中都还蛮多同学来参加的，太开心了，希望能和你们有结成姐妹校这样。那接下来我们的社群伙伴呢，有开放文化基金会、真的假的、B Taiwan、Cover Japan，然后台湾危机、线上纠松、导导阿学，还有幸福存折。那这些伙伴其实他们都担任了我们的讲师，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要做我们接下来这一个月里面会提供给大家的课程。那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们。那最后我们要谢谢今天赞助场地的 Gather Town。那原来免费的版本是只能25个人，那 Gather Town 提供了我们就是上限500人的一个场地赞助的方案，非常谢谢他们。那也希望今天的活动都可以很顺利。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Base， 谢谢大家。谢谢伊莎贝。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就是让大家动一动，就是大家要怎么在荧幕上动一动呢？伊莎贝，你要先关掉荧幕分享吗？好，谢谢。我们现在那个画面上超多人的，觉得很厉害。然后，那我们大家有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场中间有一个台湾地图，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动一动用的。那所以呢，大家就是我们想要试试看，就是我们要来让大家就是彼此先认识一下彼此。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让大家就是在那个台湾走动一下。那我就是想要第一个想要问大家的问题是，大家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请就是尽可能站在就是离你住的地方最近的地方。如果走不过去的时候，可以按 G， G 可以穿过人墙。我们这是一个超适合合照的状态。我也不知道我弟在哪里，我找到我哦，我在这哦，找到了。就是你同时走路的同时，你按着按 G 的话，就是虽然你会断线，但你可以先踩到一个比较靠近现实的地方。台湾太小了，因为我们真的没料到大家同场的上线了。这已经是玩滑龙道了。Bruce， 哎，又看到很多人。Hello，Hello，Hello， 大家走动好。这样子可以大概感觉出来，好像北部还是比较多一些哦，对不对？好吧，就是南投以北的部分就是非常多人。好，对啊，感谢大家。群聚，那佑博说群聚，北部群聚。好，对，好，那我们就是下一个问题，紧接着下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是会写程式的人呢，还是不会写程式的人？如果你是会写程式的人，请帮我站在那个南投以南，然后不会写程式的请帮我站在南投以北。大家知道南投在哪里吧？就是台湾的中间。中间线。不会写程式的站上面，会写的站下面，这样比较明确。看一下，哎，其实大部分都跟我们一样不会写程式。大家可能以为纠松团八个人里面都会写程式，没有，我也要站上面。里面应该是一半一半，可能不会写程式还多了一些。一半一半，没错没错，这其实跟我们在黑客松的分布很像，因为其实每次大家都觉得 GNV 黑客松是不是都很多工程师参加？没有，其实工程师的比例比大家想象中的少，大概是真的大概是一半一半，看不到自己 Peggy 被碾毙了。你可以按自己，这时候你可以按自己或按表情符号，你就会找到你自己在哪里了。哎呦，越来越多星星出现了。好的。Yeah，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每次一定要问大家很妙的问题是，那个大家是猫派还是狗派的？猫派请站上面，然后狗派请站下面。然后走到下面，然后你觉得你都不是的话，你站中间好了。或是你有其他派别，欢迎打字跟我们说，比如说蜥蜴派、手工派，都是可以站中间，都是也可以站中间。为什么猫派每次都这么多人？真的好气哦，可恶！水獭派什么有水獭吗？哆啦 A 梦是老鼠吗？哆啦 A 梦还是哆啦 A 梦是什么啊？哆啦 A 梦是猫、哦，那他怕老鼠吗？是吗？他怕老鼠啊？哦，好，看来猫跟狗一样是势均力敌。
但猫真的看起来多了一些。皮卡丘，皮卡丘是老鼠吧？好，关麦克风。我们要进入下一题吗？好，再来是那个，再来是大家，因为我们现在那个现场有120个人，然后大家是想要交朋友，想要来交朋友的，欢迎就是站在那个。欢迎站在下面这一区，然后如果你比较害羞的话，你先站在上面那一区。那如果你被困住，你按一的话可以逃开 ，escape 就是一个顺便教英文 ，escape 是一个逃离的意思。你按一的话就可以弹开哦，你就可以到一个可以走动的空间哦。怎么弹开？我看一下，哪里关麦克风？麦克风在你自己的那个视讯画面，你的滑鼠一过去，它会有麦克风跟摄影机的图示。然后你就可以按麦克风把它关掉。欸，我刚刚是说想交朋友的在上面吗？在下面吧。哦，好，大家都比较害羞啊，还是大家都卡住了？你按 G 或 E 的话，可以跳开。你现在就是你可以任意穿梭。G 就是 ghost，G H O S T， 顺便教一下 ghost。哦，所以 G 是变 ghost 的意思，所以你就是可以变成鬼，然后飘到你想要飘到的地方。对，但就是会断掉那个视讯跟音讯这样子。啊，好，我们真的很欢迎害羞的大家。那就请下面那个想要交朋友的大家，就是可以那个可以尝试，就是各种可以传讯息跟他说打招呼。对，然后我们还有多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在你想要跟他聊天的朋友，就是那个角色上面，就按自然右键吧，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互动。我可以跟他开泡泡聊天。对，有一个 star bubble， 就是你可以跟他开小视窗，你们可以在现场开小视窗聊天，然后别人不会。好，右博的角色。这边在最下面有一个正在用轮椅 breaking 的人，好，按自己就可以跳舞。下一个问题是，你是学生吗？如果是学生的，请帮我站在南投以北；然后不是的，请帮我站在南投以南。学生的话站上面，不是学生站下面。我们的整块都可以站，就是，大家自己分一下哦。学生的定义就是你现在是在某一个学校里面有学籍的，然后你连有学成证的。所以如果我40岁但是我在念博士，我也可以站在上面。对对对对对。好哦，哎，好像一半一半，看起来是，哎，终于出现了就是势均力敌的选项了。对啊，大家突然自己有一个分水岭了，太棒了吧。休学怎么办？休学的话，如果你现在自学，你也可以站上面。就是这其实是一个自由新政的问题。嗯，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你之前有参加过 GEV 跟没有参加过 GEV 活动，有参加过请站那个北边，然后没有参加过请站南边。有在线上发言也算，有线上参与也算哦。你只要有在 Slack 跟大家说个 Hi， 有任何没有参加过，有任何接触到边的都算，你觉得算就算。对不起，我忘记你刚刚说有参加过是在哪边了。北边哦 ，OK， 哇，大家很多新参者哎，看起来有六成哦。这个好视觉化哦，这个地图好棒哦，一眼就可以看出大家的分布，太好了。那欢迎大家这些新朋友一起来 GEV 的社群认识大家。哦耶，好，那我们就是那个小小的破冰活动，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小小的破冰活动，让大家尝试一下就是 Gear Town 的各种功能。然后所以就是 Gear Town 就是一个想要营造就是一个在虚拟的实体空间，所以欢迎大家就是之后可以常来这边跟所有人互动。对，这场地会一直开着，所以都欢迎大家，就算是没有 office hour 的时间都可以上线。然后如果你在这边遇到朋友，你就可以顺势跟他在这个少人空间有没有互动一下。好，那最后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对现在这个情境感到紧张吗？有人有感到紧张吗？如果你有的话，就你可以举手。然后举手的方式就是你现在画面中间有一个笑脸，然后点它就会出现一些表情图示，然后就举手的图示。哎，真的有哦，所以有些朋友就觉得稍微紧张。
好，所以就是接下来就是请大家不要紧张，就是接下来那个好无力的一句话，请大家不要紧张。我要跟他差不多。伊莎贝，等一下会，伊莎贝等一下会教大家，就是我们怎么样不那么，我们真的不是那么严肃的社群，我们是很搞笑的社群，实际上。对，所以一下紧张，不要紧张，可以准备了。哦，但是我被困住了，我可不可以请这边？你按一，你要按键盘的一，这时候你就要示范用 escape 逃脱。我们刚刚教了大家这个单词。对，但它不会动啊。或者是你可以按，那你按，那你需要一直持续按着，然后你就可以同时可以同时按 G， 你会移动。嗯，你键盘输入法，我知道了，我是在对我出输入法是错的。对，键盘输入法要是英文输入法。我成功了，太棒了！好了，太棒了，我成功了。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欢迎伊莎贝来跟大家，就是首先开始介绍 GDB 是什么。嗯，好。对，大家不用紧张吧？要紧张的应该是我吧？大家可以坐到位置上，或者是要站在你想站的地方都没问题。我去找一下。有看到画面了，有看到画面了哈、嗯。好，那为什么都会一直跳？好，有哈，子瑜说他有看到，那我要开始讲咯，可以吗？好好的，请开始。今天我要讲的是讲个秘诀，就是 G0B 专案协作的心法是什么。那所以呢，首先要说 G0B 是一个没有代表人的社群，所以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基本上是伊莎贝的版本，那也有可能会有 Base 的版本，或是以杰的版本，或是其他任何人的版本。那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在 G0B 从第零次黑客松到现在的一些经验和就是总结的这个观察这样子。那我先三个字，三个关键字自我介绍。那我原来不是原来，我现在还是，我是个律师，然后专注的法律的层面是智慧财产权和科技法律相关。然后我现在是纠松团的轮值团长。那另外就是我有三个小孩。那所以等一下有可能，刚刚可能有人已经听到，就是有时候他们会稍微有点生气这样子。那讲个秘诀，就是。今天为什么要讲个秘诀呢？因为讲个秘诀在 G0B 社群里面就是有一个是一个传统，就是讲个秘诀之前就要先讲个秘诀再讲秘诀。那实际上我去查了以后发现这群无聊的 G0B 蔡玉哲曾经设了一个脸书的社团叫做讲个秘诀，不过好像不好意思，对不起，我迅速打断一下，伊莎贝可以不要站在那个就是扩音上面嘛，因为好像会太多，有些人会看不到那个荧幕分享。然后请你先关掉，我们再开一次，看看你的荧幕分享可不可以让大家看到。OK， 好，不好意思，先关掉是不是？对，嗯，先关掉，然后再开一次看看。好，刚刚有几位朋友跟我们说看不到分享。嗯，看不到分享。好，那来，我再重新开一次咯。好，好。那我们先确定一下大家都有没有看到好了。好，对对对。所以是有些朋友听到伊莎贝声音吗？还是啊哈，我已经关掉了，他确实有警告我说可能会有人听不到。嗯，然后如果大家如果觉得自己那个电脑可能稍微无法负荷的话，我们现在在脸书其实也有同步直播，所以你可能可以让，如果需要让电脑休息一下，你可以先看我们脸书直播。如果看不到的人，我直接把那个 link share 出去了，你应该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看到。现在反而看不到，嗯，有听到也有看到，所以这个是轮流的。现在伊莎贝那个画面现在出现 sharing AV with too many people， 对。我有出现，所以现在不行是吗？百人的 debug 真的是好，我想一下有什么解决方法。伊莎贝的简报是在 Slack 上吗？我已经丢出去了，对，我现在有丢在那个，okay. 对，所以其实可以大家直接去看简报。
如果你在这边看不到的话，然后我是不是可以请所有人都把 video 看看？对，可以，是不是可以请所有人把那个 video 跟麦克风都关掉？因为好像还是有些人把 video 打开。应该，我觉得那应该是你，就是他的，应该是一个人的关系。所以如果 base 也分享萤幕的话，看看会不会好一些。有些人应该可以看 base 的画面。现在不见 base 这边方便吗？现在不见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分享，还是我再分享一次看看。base 现在开了，然后 OK， 有些朋友看到了。那现在还有人没看见的吗？对不起，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这么多人一起没分享这个状况。好，换有又有人看不见了。好，伊莎贝尔可以也分享一下画面吗？啊，真的吗？会这样子？好啊，嗯，就是、我们看看，因为对对，我们就看一下两边都分享， oh, okay. 然后看一下哪些人可以看到，是不是有人可以会看不到？ Oh. 好。OK， 这样子的话还有人看不见吗？我们现在应该会有两个萤幕分享，一个是 base 的，一个是 Isabel 的。 好，那就这样喽。 OK， 好， OK， 太好了，一 bug 了，强各位。好，那我要重新开始吗？没关系，应该我们就从这一页继续吧。好，那就是讲个秘诀之前，讲个秘诀就是在讲个秘诀之前要先讲个秘诀再讲秘诀。所以呢，等一下，完了，我的变成我的电脑好像当掉，没办法跑。他有办法换页吗？可以，等一下哦。有，那我顺便说一下，肉乙称赞说：“你居然是三个孩子的妈，我看视讯以为二十几岁，你确定你看到的是对的人吗？”你要先确定。你完蛋了。好，来。可以跑了，三个孩子的妈，请大家再看一下。对，好，那所以线上会议的好处就是可以掩饰年龄。那讲个秘诀，这个在社群里面是大家还蛮爱玩的一个梗。那所以我要先分享第零个秘诀，第零个秘诀就是刚刚讲的，讲个秘诀之前你要先讲个秘诀，再讲个秘诀，然后再讲秘诀。那这个可以无限的延伸，不停止这样。那第一个秘诀是什么？第一个秘诀就是，如果等一下你觉得听不懂的话，很好，听不懂是非常正常的事，因为基本上呢，大家来上就是来听我分享，有可能会觉得好像是在上一堂，没有声音吗？糟糕，那个有可能会觉得是在上一堂没有就是学新的语言的课。我觉得这样子好不好？如果听不到的人，要不要到那个 FB 去 ？FB 那边应该听得到，对不对？我们可以先去，对，先去 FB， 然后再回来。对，有朋友讲说，如果没声音，可以点开 Isabel 的麦克风。好，有可能把我的麦克风关掉了。有可能你把我的麦克风关掉了。对，好，我看一下是不是有人掉在外面。好，没有声音。如果那就请那个现在听不到声音的朋友先去 Facebook， 我们刚刚有传了一个 Facebook 的网址，然后我迅速的去跟 Get 套求助，谢谢大家，不好意思，我在讯息栏的地方有贴那个网址。可以吗？因为 Get a Town 它也是很新的那个，我不知道他们500人以上是怎么回，有没有用过多少次这样。那但是总是会有备援，就是可以到那个Facebook 去听哦。然后等一下要问问题，也可以在 Slido 上面问，或是要问问题的话，我们在Facebook 下面留言应该也可以。对，如果听不到的话，可以先退出。那如果可以听得到的，你就先留着，没关系。嗯，
那我就再开始咯，好吗？所以第一件事是听不懂很好，但是如果听不到就不太好了。所以如果听不到的话，就请先退出 GetTown， 然后到那个 Facebook 去，那 Facebook 那边应该就可以听得到。然后呢，如果你听得懂的话更好。那如果是在懂跟不懂之间呢，那就是基本上应该大部分人都跟你一样，我也常常在 GNV 社群里面是在懂跟不懂之间。那有些不懂的地方就表示说我们正在扩张我们自己原来的边界去学到新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心法呢？其实我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心法，但是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人说随便一位工程师都会比坊间随便一位工程师都会比唐凤强百倍，这是因为那个就是疫苗的预约系统出了问题，那所以就有立法委员说坊间随便一位工程师都比唐凤强百倍。我听了就觉得很棒。那我们今天就是想办法要让大家成为随便一位工程师，那就有机会比唐凤强百倍哦。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天的主题。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G0V 的专案写作心法，所以我会把这一个 title 分成四个部分来讲。首先我会讲 G0V， 然后讲什么是专案，然后讲写作，最后才讲心法这部分。大家现在都还听得到吗？可以吗？都还听得到吗？可以齁。好好，那G0B 是什么呢？ G0B 是一个多中心的社群，那它就是没有边界，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就像我刚刚讲的，任何人也可以自由离开。那首先要介绍大家一个数字，是1024，这个数字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字是等一下大家要去 KikiTix 选选秀课的时候会要求你输入的密码。那这个数字在 GNV 社群里面有它特殊的意义，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是2的十次方吗？不是哦。这个要讲起，就是说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女人鞋子之于女人等于什么之于工程师？我们常会听到有人说，就是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子。那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工程师永远少一个 domain， 所以呢他们就会常常很无聊，在网络上就去搜寻说有哪个 domain 是有趣但是还没有人用的。那这个就是 CEO 高在2012年的时候就做了这件事，他就在2012年的10月24日他去注册了这一个 domain， 叫做 g0v.tw。 为什么要注册这个 domain 呢？不知道，他其实只是缺了一个 domain 而已，那时候也没有社群，也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先去注册了一个 domain。 然后所以1024这个日期就是G0B 可以说是 G0B 社群诞生的开始。那请大家记住这个日期，等一下在 KikiTix 的时候请去做输入这个密码。然后第一场的黑客注册了 domain 之后，他才开始想说他要做什么。那后来就在2012年的12月他办了和就是高嘉良和小薇一帕还有科比就是吴泰辉，他们发起了第0次动员刊乱黑客松。那这是第一次就是科技工作的社群用资讯科技参与公共议题，然后用开放原始码的模式他来尝试解决公共的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G0B 社群其实是一个根植于台湾的开放原始码社群长出来的一个社群。那 G0B 社群的第一个专案叫做中央政府总预算视觉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个专案。那它就是用视觉化的方式，就是大的圈圈表示比较多钱，小的圈圈表示比较少钱，然后它会有各种无聊的换算，比如说用珍珠奶茶来换算，比如说用别的单位来做换算这样子。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用有趣的方式让大家来理解原来可能非常难理解的一些资讯。那这个专案其实最近 Ronnie 也有考虑要再把它捡起来重新再更新，那所以我们也期待会有一些后续的发展。
那这里有一些大事迹，就是从2012年到2021年我们做了哪些，就是整个社群做了很多事情。那这是非常非常多人持续贡献的结果。那有些人现在还在社群，那一直有人进来也有人离开。那有的尤其很多，因为已经差不多九年了，有些社群的朋友可能本来是就是没有结婚，那现在都有小孩，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参与，那这时候就会有新的人进来，那后来他们也会带小孩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棒的大家可以一起成长的社群。所以居林币社群的样貌是怎样，长这样，它就是会有专案，那会有两个月一次的黑客松，然后会有一些工作小组，那工作小组就是像我刚刚介绍的像纠松团这样的工作小组。那我们有一个在 G0B.TW 上面有一个仪表板，那根据我今天早上截图的结果是现在 Slack 里面参与的人大概有10494个人，然后这个都是不准确的数字，因为它总是在持续增加当中，那 Slack 的频道也是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当中。那接下来我大概介绍居林币新介绍到这边，接下来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专案。我本来没有想要解释什么叫做专案，但是昨天就是我们在前业绩的时候有人问了这个问题，我就发现不行，我还是要讲一下什么叫做专案。那专案其实就是刚构成整个居林币社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那其实在社群里面就是会有非常多不同的专案，比如说像是真的假的，他们是一个辟谣机器人专案，那比如说像萌点，这个也是一个专案，然后 V Taiwan， 还有我们曾经有每次选举几乎都有就是参与者他们投入去做投票指南，这个也是一个专案。所以在 GMV 社群里面其实会有很多专案。那这个专那我们用五月的状况来看的话，其实从五月疫情升温到现在 ，Slack 里面增加了大概有800个新参者，然后实际上活跃的贡献者大概有900多个，然后新专案在15个以上。因为六月又新增了蛮多，就可能又新增了很多专案。那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专案开始呢？当然，那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开始自己的专案，然后你可以各自独立的去找人。所以这个去中心化的能量是非常惊人的，因为你不需要听任何人的命令，那你就你想要你就可以开始。那开始之后你就开始找人，有人愿意参与，你们就可以开始一起做。所以就是一直都有专案。所以其实专案我们在社群里面把它叫做坑，有个坑，然后坑里面有人就会等于这里有个专案。坑就是没有人做，就是需要做的事，然后如果有人去做的话就会变成一个专案，所以专案等于人加坑。希望这样解释大家可以理解。然后再来什么叫做协作呢？协作其实协作这个字我自己常常都觉得有点不太理解，所以我就去查了萌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那个 Audrey， 就是唐凤政委2013年在 Coast Club 分享萌点的照片。然后呢协作在萌点里面就是上下协作，万事可成，是共同合作的意思，就是有互助的意思。那专案里面会有人和人家坑嘛，那所以做专案，你要做专案你就需要工具啊，你要填坑当然需要铲子，对不对？所以做专案就会有人家坑加工具，然后你有一个动作叫做填坑，然后填坑其实就等于是协作。好，这样可以理解吧。那其实协作这件事情任何很多人都可以协作，就是你在公司里面也可以协作，你在其他的 NGO 里面也可以协作，在学校里面也可以协作，甚至在学校里面大家自己做计划，小组计划其实也是一个协作的过程。那 G0B 的协作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后要讲到这个 G0B 的关键字。G0B 的关键字，根据我们对参与者的一个调查结果，决定第一个关键字包括四个，就是协作、开源、跨界、行动。所以我自己把它做一个 formula， 是就是一个等式，是这样，就是开源加上跨界加上行动，就会变成是 G0B style 的协作。好，那
那首先要讲一下什么叫做开源。开源呢，开源其实就是用开放源代码的理念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会使用开源的工具，包括说像我们用的 Slack， 还有 HackMD， 然后我们尽量去做到透明，然后用实际上像今天会有直播，然后我们使用的资料是用 Open Data 来做。然后工作的成果我们会用开放源代码或是CC 授权的方式来释出。那这个部分如果开放源代码和 CC 授权大家不太理解的话，我们会再另外提供就是 reference 参考资料，让大家能够多一点了解。那基本上就是开放源代码就是原来相对于私有财产的这个有著作权的软体而言，原来有著作权的软体可能你就是只有授权人，你被授权的人才能用，那被授权的人才能去修改。那在开放源代码的授权底下，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依照授权条款去使用，然后散布修改这个软体。那 CC 授权则是针对这个著作，比如说图画、音乐、文字这些部分来，所以因为它能够自由的去重用和修改，所以才能够让大家非常容易的可以去协作。那另外 GDB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跨界。刚刚在破冰的时候大家也有看到，就是GDB 的社群里面其实包括了非常非常多各个不同领域的人。那不会写程式的可能比会写程式的还要多。那我们今天临时小学校就是可能有蛮多没有参加过虚拟社群的人，所以不会写程式的人可能比较多。那一般黑客松参与的组成大概会有 40% 是不会写程式的人，然后会写程式的人大概会有到 60% 左右。那我们很喜欢贴纸这种东西，所以在做了很多很多的贴纸。那这些大家看到的图案，每一个图案都代表了一种特别的技能。那比如说它会有法律的，然后比如会有摄影的，会有设计的，那会有你会就是 Go 这一种语言的。那就是这些贴纸其实我们在实体黑客松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放在报道的地方，然后让大家可以自由选择你会的技能，把它贴在你的名牌上面。那这样其他的参与者就非常容易能够知道你会什么样的技能。好，那最后我要讲的是行动。行动是什么意思？我又回去查萌点。行动其实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你做的事情，那第二个是说你为了达到某一个目标有所作为。我们这边讲的行动比较是这个有方向和有目标性的一个行为。那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填坑，就是把那个坑完成，把应该要完成的事情把它完成。那所以 GDB 的行动大概可以解释为就是挖坑、推坑和填坑这三个。好，那我接下来我要去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挖坑、推坑跟填坑是怎么发生的，然后这个整个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专案。那左边这一位呢是智新，他是报道者的副总编，然后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真相制造》。然后呢右边这个是伊莎贝，就是我本人。然后我看了智新他发文说他终于写完这本书了，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分享了他的就是他这本书的讯息。那我就邀请智新说，那不然我们来办一场社群的线上签书会，或是帮小学生高中生小学校的高中生开一场。那后来我们就决定来办一个线上签书会。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坑，那这个坑就是办一个线上签书会。这时候呢这个坑里面就有两个人了，一个是智新，一个是我。然后呢我因为已经有坑了嘛，我就开始要去找不同的人进来填坑。所以首先我就先开了一个共笔，就是右边在可以看到 HackMD 上面，我就把时间地点去跟大家确认好。然后还有谁可以来讲呢，我就想了一下，我就找了那个左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lack 的截图，就是 Disinfo 里面，我就去问说，诶，我想要找智新来聊新书，这个 Pomi 啊、文艺啊可不可以来。那之后就帮忙贴了共笔。那这个时候呢
坑里面就有了支号。然后我另外又找了这个 T-Monk， 也是今天我们帮我们直播的这个工程师，那他就答应来帮我们做直播。另外我也找了这个新闻小帮手还有 Covax 的坑主，所以这个坑里面现在就有五六个人了。哦，你们看到坑人越来越多。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如果要宣传的话，你就必须要到那个线上去做宣传。那我们在 Jenny Lee 的那个 Facebook 脸书要上稿的话有一个审阅的机制，所以我就要去写一篇。那这个通常我们会有一张图再加上解说这样子。那所以我就先写了一个，我就上去就是先贴了一张图。哇，这个不知道跑得出来跑不出来。我就说我想要上稿哦，那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脸书的天文 O 不 OK。 那子瑜就说他觉得要打书的话还是要改一下，要跟 GDB News 有，要跟 GDB 有关。所以呢我就回去跟志新提改了想法，那把他写的跟 GDB News 有关系。那后来我子瑜跟志浩又帮忙调了，那志浩发现我原来的图上面字写错了，我就说我超不会用这个怎么办。然后志浩就说我就把底图贴上去了。然后志浩就说他因为觉得好玩他就贴了一张图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的演变，就是原始的图是那个就是志新给我的，它上面没有任何的这个 information， 没有任何的就是签书会的资讯。然后我就把它加上了最简单的签书会资讯，然后把这个档案开源出来，就是开放出来之后 link 丢给那个志浩，志浩就帮我把它改成右边这张图，是不是变得很美丽呢？哦，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坑里面就又多了一些人。然后所以那一天后来就有很多人一起上线来做讨论，然后包括今天我们也有讲师 Peter， 然后之后 Ronnie 志行。然后那一天就是有到现在为止那一天又是有直播嘛，然后可以透过 Slido 提问，然后到现在我今天早上上去看已经有4008次的人的观看这样子。然后会后就是志新有到 Slack 里面，谢谢大家。那我们其实有点遗憾，是因为那一天的讨论有一点发散，就是没有讲到开放政府那边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就把 Slack， 然后 Slido 上面有一些我们觉得很棒的问题也没有被提到，所以我们就把这个Slido 上面的提问又把它开了一个 HackMD， 大家现在也可以在上面提到，所以就到 HackMD 上，你就可以再看到后续。可以继续做讨论，就可以会后继续聊。那确实也有一些当天参与的人，大家搭到那个上面，就是到 HackMD 上面去做了一些回应。那所以这时候这个坑里面就越来越多人了，就包括也博峰啊、利勇啊、方心啊，就是都变成是填坑的人了。那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填坑的过程。那因为 HackMD 都一直还在，所以随时都可以去留言。所以大家如果对就是这本书或是关于假新闻这件 disinformation 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想法，也都可以到那边去共笔发表你的想法这样子。嗯，好，那最后我要讲的是这个心法的部分。那第一个心法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这个昨天我们在前业绩的时候讲到这个，有人说这个有点难懂，那我就想说那如果写成这样会不会比较容易懂呢？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因为没有人就是你，这样会比较好懂吗？你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因为没有人就是你，然后也许这样会更好懂，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我就是那个没有人，所以我就要来做这件事。当你要问说没有人为什么没有人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多进一步想，那我如果是我要怎么做，我就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就是刚刚看到的坑里面其实就是会有很多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一起在那边填坑。你看到路上有坑的时候，不要抱怨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坑，来想一想怎么样一起来把这个坑填起来。这个是 G0V 心法第一重要的部分，就是 G0V 的贡献者，就是把自己当做看到坑就想填的人。
好，那第二个是尊重现实，寻求解放。这个比较难一点，这个其实是我今天就是昨天在跟另外一个社群，就是哈巴他们，他们是一个做水盒子还有空气盒子的一个开源社群，跟他聊天，就是他们在做一个要参加总统杯的协作的案子，那他们非常厉害，他们和公部门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那所以我就去请教他说怎么去跟公部门可以合作，因为跟公部门合作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哈巴就告诉我说，其实你要设身处地想一下。那他跟我分享说，工程师的思维大概就是尊重现实，寻求解决的方案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在社群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其实我们当你是一个新参者的时候，其实如果要加入某一个新的专案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已经就是原来的专案也许都已经有一些新的成果，已经有一些成果在，那大家非常欢迎贡献。但是我觉得在 GDB 的 COC 里面有几点是要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伙伴是谦虚的，团队是欢乐的，做事是热血的，请维持这样的气氛。那团队喜欢正面的建议和执行，我们不喜欢负面的批评。那我们对事不对人，而且不要指责他人。然后友善回应新人提问，不要随便就 RTFBAN 或是 STFG 这样。好。那另外就是，这是从现在就是社群守则的观点来看。那另外从坑主原则，我也要提一下，就是坑主原则就是原来他开挖这个坑的人，他对这个坑可能会有一些想法，那其实我们要尊重他的这个想法。如果大家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想坑主还是可以去做最后的决定。但是开源的状况就是你也可以把这个开源的成果去另外开一个 fork 出去，就是做一个不一样的，往你想要的方向去做，这个也是在开源圈里面也是常见的。对，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提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也是开源社群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就是尽早释出，经常释出。什么叫做尽早释出，经常释出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在讲的那个，就是这件就是我刚提的那个图哦，我原来那个图其实就很丑嘛。可是没关系，我就是做完我就赶快把它丢出来，我不要在那边想说我还要怎么改，因为我就是没有不用等到做到完美，也不用担心犯错。你在社群里面把它丢出来，然后虚心的去请教，或是就是请大家协助的话，就也许就会就是会有人来帮你提供一些意见，甚至动手做帮你改。所以不要怕犯错，是在伊莎贝的声音突然不见了吗？还是伊莎贝突然间消失了？哦，他可能断线了。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他应该是电脑出了一些问题。伊莎贝，你刚刚断线了。哈，真的，我讲到哪里断线了？谁可以提示一下认真听的朋友，讲到哪里断线 ？Base 现在是静音哦，还是哦？三个圈，刚刚讲到三个圈的时候断线了，这一页。哦，三个圈断线，好，来，我回来。不要怕犯错，大家下面有很多啦。哇，这是一个可以测试大家有没有在听课的状况。所以我是故意的。对，好，请伊莎贝继续，谢谢。
好，我继续，就在三个圈，这个三个圈是社群很重要的一个 logo。 那有些地方，比如说公家单位，你如果这么重要的那个，就是这么重要的图，可能就是不能乱改。可是没有社群这个图，你就是可以随便，就是你想改，你就把它改成你自己要的版本。那所以我们就有各种版本，有鸠松版，然后有左边这个好像是唐凤跟李昌做的版本。然后最近我跟那个之浩又开始想要再改一下，因为又觉得原来的好像又跟现在的状况又不太符合，所以我们也想办法要再继续改。诶，现在还有听到我讲话吗？啊，直播画面变成我打字的画面，等一下。现在有看到我？现在有看到我的直播吗？现在有看到画面吗？好，那我再从三个圈开始哦。这个三个圈太重要了，所以要讲三次是吧？好，那三个圈吧。有吧？现在有三个圈吗？好，三个圈，重新开始。好，三个圈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所以我们就是会用各种方式去思考这个圈圈。那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工作小组或是不同人去做各种不同的版本这样子。那包括到最近，我跟之浩就是聊天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原来那个圈里面写的好像不太 OK， 所以我们要不要稍微再那个调整一下？所以就开了一个 share 的那个叫什么 Google 的 slides， 然后就开始讨论。所以可以看到说，即便是这个对社群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张图，都还是可以大家各自去做不同的版本。那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尽早释出，经常释出，我们就可以经常性的去做修改。然后呢，接下来第二个就是比较，就是第三个比较凶一点，那就是空话少说，放马过来。这个是唐梦帮我翻译的。那英文的原文是 Talk it cheap, show me the code。那或许会有人问说，那我不会写程式码怎么办？那也没关系。你就可以开共笔，其实这个码可以是程式码，也可以是文字。那要分享一下，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要避免说只是聊而没有讨论的话，重点就是要先开共笔，因为只要一开共笔，你就可以把它留下来，对，就可以把你们讨论的记录留下来，那就不会只是聊聊而已。就变成有记录，你们就可以基本上继续往前。然后我在 Slack 上面分享这个共笔的时候呢，就会有人说，就是国军就说，这样你就会有很多 untitled 的共笔啦。什么叫做 untitled 的共笔呢？因为很多新参者就是第一次开共笔，很容易就是会出现开了共笔以后不知道要写什么，所以就会变成。我们在那个 HackMD 上面有很多 My First HackMD Note， 这样也没关系，我觉得这样很好，所以大家就尽量开，反正前面已经有人开了这么多 My First HackMD， 就是 Untitled 的 HackMD 了。那最后就是众人之事，众人助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的事，大家一起来帮忙完成。那其实这就是公民精神。那我其实也许有人觉得这个好像很好高骛远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生活已经很辛苦了，已经有三个小孩要顾了，为什么还要管就是大家的事情？ Acceptable, 光小孩都 airspace, 都 airspace, antagon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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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回事？我可以继续讲吗？好，那所以。为什么有三个小孩，我还要管这些事呢？哦，
因为我们不是单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我觉得在尤其在这一次 COVID-19 期间，大家就会更特别更会理解和注意到，你没有办法不关心别人，因为不是你自己好，你自己做好就会好，必须要大家都好，就是你才会活得好。然后我觉得我昨天看到 TSMC 他们在，就是有人问那个 TSMC 刘德英先生说，为什么他们要花那么多钱去买疫苗？那其实他讲了一个重点，就是也许从公司的角度出发，台积电对公司来说，对台积电公司来说，台积电的员工也是活在这一个社会里面，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有社会责任要去帮助这个社会能够度过这一次的疫情。那总结上面说的这个几个秘诀呢，其实总结下来就是 GDP 的理念，就是开源的、行动主义的，然后公民精神的。那我们再来最后再来分析一下，如果你只能记住一件事、一个秘诀的话，我请大家就是记住这件事，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我就是那个没有人。那当你觉得自己是没有人的时候，你就跳脱只是抱怨，然后只是问为什么这一个事，然后转身变成一个可以行动的行动者。那怎么行动呢？其实很简单，就是问、发问、随时提问。那这个在大松里面就是欢迎随时搭讪。那如果是现在是在线上的话，就是欢迎大家随时在 Slack 里面去做提问。那等一下下一堂那个 Base 也会教大家怎么去提问，怎么去使用 Slack， 然后你就可以在 Slack 的channel 里面去做提问。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尊重现实，寻求解方，尽早释出，经常释出，然后空话少说，放马过来，好，众人之事，众人助之。那再来，这以上是我的版本。那我另外基于那个社群共同贡献的这个精神，我另外也去问了，就是2020年 G0B Summit 的总招们，他们有没有什么秘诀要提供给各位？那因为呢 ，Summit 就是 G0B 两年一次的双年高峰会议，它这是社群里面的就是陨石级的大坑了，所以应该是会非常有那个帮助的，虽然比较进阶一点。那 Base 说他只要带着问题来就可以来 G0B 写作，那只要会打字就可以成为随便一个没有人，爱心。那另外呢？知道说就算面对威胁还是要坚持开放，因为他早上在写开源计划，然后我就把我的这刚 slide 丢给他，他就说我如果先出门买牛奶还来得及贡献吗？可以哦，所以他就先出门去买牛奶了。所以这表示就是你也可以先出门去买牛奶再回来社群贡献，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社群，请大家先照顾好自己再来照顾社群。好，然后接下来是Pomi， 他说不要相信传教的啊，不是，是过了30岁才发现周围同辈的人也都蛮掉那惨的，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所以不要觉得30岁以上的大人都很厉害哦，这好难哦，这应该是指说我要求他提供秘诀有点难这样子。好，那最后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帮一起读一下 G0B 政府宣言。 G0B 政府宣言这个是2019年10月20号的第二个版本，所以我们其实会一直依照着社群的演化，因为社群是一个 G0B 社群是一个有机的社群，它会随着参与者的成员的不同会去做，会产生不同的改变。那在这个现在的 G0B 政府的宣言里面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来自四方，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人，我们多中心运作，打造自主贡献的文化，所以你可以成为自己，成为一个中心，去邀请对你专案有兴趣的一起来。那我们实践公民参与，创造改变，我们成果开源，取之开源，用之开源。然后重点是我们很欢乐，也想改变现状，我们就是你。那希望大家今天也觉得还不错，虽然那个 Gather Town 好像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那最后还是强调 GDP 是一块大草坪，那没有围墙，欢迎大家随时走进来也可以随时走出去。好，谢谢大家，那也谢谢在我做这份投影片的过程中提供我非常多意见被我骚扰的各位 GDP 伙伴们。那最后
那个我要秀一下 QR code， 就是救送团总是需要有资源，那如果你愿意有能力的话，也欢迎赞助救送团来办像是临时小学校啊，还有这个居林地大松的这些活动。那其实因为中间断很久，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时间 QA 吗？贝斯，还有时间 QA 吗？有 Slido 上面有问问题，有问题吗？是休息，好，休息，好，休息，尊重大家，要休息人就休息。可是是不是要写那个什么东西啊？那个学习单啊，我们学习单的 link 丢出去了吗？还没，现在可以立马放给大家。那我们现在立刻马上丢给大家。好，那个荧幕分享可能先关掉，看声音会不会回来。好好好，好，那我的声音有听到吗？我关掉了。那我们学习单放在一节，可以放在，听得到吧？可以可以，因为我是用 Facebook， 所以我累格了。我刚才没有声音。OK。对，然后如果听不到 Bass 的声音，要记得在 Bass 的画面上面把它的麦克风打开。以节可以把学习单放在台湾某处吗？台湾中间这边。好。我把学习单放在中间，但是要等我直接盖一个东西吼，稍等一下哦。然后我们现在我们预计到十分左右是休息时间，所以大家可以趁现在稍微喘口气，然后调整一下，然后听不到声音的可以试着重新整理画面，重新再就是在那个在就是有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反正那句话叫什么？哦，重开机治百病，所以就是重开。对，重开机治百病。哇，我没有把这个写进秘诀里。对，那个我在桃园的地方放了一把吉他，那里应该出现了。对，我多放几把吉他。我在对话框也，对话框也丢了。我在对话框也放。我丢。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学习单，然后我们就是带大家一起来做这样子。好，看到了。好，对着吉他，对着吉他按 X 的话，就会跳出学习单哦。学习单填完就会有那个报名选修课的网址跟密码了。
要怎么回到大厅的话，你在你的画面右上角有一个叉叉，就是你现在应该是学习单的画面，右上角会有一个小叉叉，不是你的那个浏览器哦，是我们 GetTown 里面的那个视讯画面右上角有个小叉叉，按一下你就会回到地图上了。有成功了吗？欸，那我们下一堂课要开始了，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回到那个就是主厅来，找一个你觉得舒服的位置，那我们要开始了。确认一下大家的声音跟画面都 OK 吗？君安，你在那个 base 的，如果你有看到他的视讯画面的话，你的滑鼠移过去，然后看看可不可以把他的那个麦克风的地方按下，可能就会有声音了。好，对，就是现在一样，有朋友是说看太 too many people 没办法看，然后因为我们的导播也没有办法看，所以我们稍等一下，等那个导播看可不可以重新整理一下。对，稍等一下，因为他那边要给所有人看，所以。那我刚刚看到有些人有提问说 HackMD 哪里可以看到所有的共笔，这边有一位 5TU 已经镜头都先关掉，然后再重新开一次，看看我们的导播可不可以看到画面吗？那个扩音把它关掉好了，我请外面的朋友进来，就是如果要听直播的朋友就进到这个房间里面。
Space 现在我看他的麦克风一样是关闭的。好 ，Base 现在重新整理一下。然后刚刚有一位说要怎么样删除你的共笔，如果你不小心看到你的共笔，你就点到那个共白控笔里面，然后会有一个分，应该是三个点点。如果是自己的共笔的话，然后那边会有一个删除此共笔可以使用。好，然后。Base 的那个镜头可能先关掉，然后但你的麦克风现在静音了，你是不是不小心关到麦克风？对，我开着麦克风，好，然后关镜头，然后分享一下那个你的视讯画面，然后我把你的那个，你不要站在那个广播器上，看会不会好一点？对，好，所以如果有要听 Base 分享的话，要请进到下面的会议室里面来。然后 Base 现在正在准备荧幕分享。好，我现在有看到，然后也请 Base 说话一下，我们确认一下大家的状况跟导播的状况。我现在还是会出现，就是导播应该说应该 OK 了。哦、OK， 谢谢。那如果有朋友现在还是看不到的，我们就一样到麻烦大家到 Facebook 去直播，然后我们导播会协助大家在那边可以观看。嗯，那我就把时间，好，把时间先交给 Base， 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办。有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好好好，好的，那我就紧接着开始，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带大家。来做，就是你接下来就是要跟俊斌社群一起上课，或者是学习一些东西的话，有一些就是工具的教学。然后因为我背景有点声音，就不好意思，就是这个隔壁在盖房子。对，好。好的，大家就是刚才就是应该都有拿到学习单，所以我这边就是很快速带过，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学习单的话，请就是可以在聊天室中问大家，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连接。然后学习单的第一个项目应该是有就是让你选就是什么秘诀最难，然后我直接进到 Gear Town 的部分，那就是。Gear Town 的话，大家应该就是从刚才进来，然后已经都有自己的角色了，然后你刚才应该也经历过，就是要在场地找到学习单，就是以及有在地上放了一些吉他们，那就是在 Gear Town 场地里面，你如果要跟物品互动，你就是按键盘 X， 你就可以把物品互动，就可以跟物品互动。然后再来是学会在聊天室中打字，然后开关麦克风和镜头。那开关麦克风和镜头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开关自己的麦克风和镜头，然后当然你也可以把别人的麦克风关掉。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真的听不到别人的声音的话，有时你可以看看是不是你把那个人的麦克风关掉了。然后再来表情符号的话，就是现在在歌唱画面正中间下面有一个微笑的脸。那就是你可以按它，然后你就会在你的角色的头上就会出现一些表情符号，然后最后就是你按键盘 Z 可以跳舞。那我们这个学习单呢，就是如果你觉得就是你有确认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的，就可以打勾，就是这样。那我们Gear Town 这部分，还有就是有大家就是目前在 Gear Town 有遇到任何困难吗？好，有人说还好，好，那我就紧接着来下面的重头戏。那再来就是GDB Slack， 就是 GDB Slack， 我看刚刚已经有很多人就是登进那个 GDB 的 Slack，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登的话，
想要请你就是从我现在画面上的上面那个连接加入，就是 join.gv.tw。 然后如果你已经登录过了，你可以试试看下面这个连接，你就可以直接进到 GNV 的 SAP 里面。那所谓登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你点上面这个网址的话，那你就会进到一个就是需要就是请你输入你自己的 email 的画面。那我来分享给大家，不好意思，这里会跳一下画面。我分享另外一个画面，这样 OK 吗？有些我声音会断断续续的嘛，因为有些人会说就没声音了，会担心。好，那我继续哦。现在 OK。好，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Hagerty 的画面，那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你进到就是我刚才提供的这个join.gdv.tw 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画面，那它就是会需要请你输入你的 email， 然后就是建立一个 Slack 的账号。然后有几个方式，一个是你可以直接用 Google 账号登录，或者是 Apple 账号，或者是你可以在下面输入你自己的 email。 然后你输入完之后，不管是输入 Google， 不管是用 Google 或者是你输入自己的 email， 你要去你的信箱收信，然后他会寄给你信箱一个认证码，然后你收到之后，收到认证码之后就回来 Slack 这边把你认证码打上，然后你就对，就是你就可以就是你就可以回到 Slack 这边，然后开始注册你的 Slack 账号。然后注册 Slack 账号的话呢，他会需要请你打上你的名字跟密码，所以这个名字跟密码就是你在 Slack 上面建立一个你的账号。然后 Slack 很方便的一点就是你只要建立一个账号，你就可以同时用这个账号加入非常多社群或组织的 Slack， 就是全部的地方你都可以共用这个账号。所以意思是你只要注册一次 Slack， 你以后就可以比较容易加入别人的 Slack 的channel 了。对，好，如果你注册完毕之后，他可能就会要你他可能就会让你启动 GNV Slack， 然后你可以选择就是在网页上面使用 Slack， 或者是你可以下载Slack 的 app。然后如果你成功进入 Slack 的话，你就可以看到 Slack 画面了。所以这是 Slack 的部分，然后 Slack 画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看到今天已经有非常多人登进去了，然后再来就是你一点登进来的话，你可能会看到预设的画面是 General，然后如果你想要找小学校的频道的话，就在左边这个浏览列这边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是用英文的，但是你可以在就是点 GNV 这里，然后它有一个 preference， 你就可以把语言，这里有个 language and region， 你就可以把它设定成繁体中文，它就会整个变中文的这样子。然后一样是这里有一个频道的地方，然后你按一个加号，然后浏览频道，然后你就打上你想要加入的频道，可能例如说 EDU， 它就会显示 EDU 的各种。那我们这次就是推荐大家加入的频道有 EDU 跟EDU Camp， 就是营队专用的频道。那我看到非常多朋友已经在这里打招呼了，那就是可以尝试在这里打字。
然后它也有很多互动功能，例如说可以有表情，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就是一起在这边，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在这边问。然后好，所以这里是 tag 的部分。再来就是，那我就要进到下一个部分了，就是我们是下一个学习单的 part， 就是黑跟D。那黑跟D共比的话呢，我们在就是一开始大家进来的地方有提供给大家，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谁把帮忙把它贴在就是旁边的那个聊天室窗。那我们今天就是Hagen Day的部分有就是也是很简单的三件事情要做，那就是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注册 JV 的 Hagen D 账号，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在今天的开幕式共比签到，第三件事情是学习在 Hagen D 开启自己的共比。那注册账号呢，首先你就是要找到我们的共比连接，所以看到旁边有那个好心人士已经把那个共比连接提供出来了，所以大家欢迎点聊天室窗里面有一个今天共比的连接。然后你进到今天的共比之后，你点进去的画面应该会长这样。我现在同步 share 已经给大家。就会长这样，这是今天的共比。然后我现在因为是登录的状态了，所以就是我来就是走一步紧张刺激的就是重新开始。我现在先登出。如果你点进去你现在是没有在 Hagen D 上面登录的状态，你会看到的画面可能是这样，就是现在这样，就是我分享荧幕给大家画面，然后右上角这里有一个 sign in， 那你点它，点它之后你就会进入一个登录的画面。那登录的画面呢，你可以选择就是你完全没有注册过的，你就是要点这个第一次使用 Hagen D， 然后注册，它就会要你输入你的使用者名称、email 跟密码，然后你输入完之后，这边我随便打一个，然后密码、email， 然后密码。你输入完之后，居然不够复杂，好，好，大小写，好，好，哦，好。你输入完名称、email、密码之后，你就会点绿色的这个注册，然后你就完成了。但是我现在不会点它，因为这些都是假的。然后，或者是你觉得如果自己想账号密码什么的很麻烦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使用你的 Facebook 账号，或者是你有 GitHub 账号，或者是你有 Google 账号，你就会只要你点一下，你就会马上登录了。哎，大家到目前为止这一步还 OK 吗？我是使用那个啦 Gmail 账号，所以其实我就是只要点一下 Gmail 那个 Google 那个就直接会进来了。那如果你已经注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回到你就可以，如果你下次要登录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按你的那个就是任何一种登录方式。那我是用 Google， 所以它就直接进来了，这就是非常省事。
所以就是欢迎你，恭喜你，恭喜你加入 GMB Tag and D。好，到这边，那就是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想要，然后下一步呢，你进来之后，你就是可以在这里编辑。那怎么编辑呢？右上角有一个笔，这里有一个笔。它，你滑鼠一上去，它会跟你说点选按钮开始编辑笔记，那就点它，然后就会出现这个黑白画面。那也是不用担心，你就是找一个自由的地方，可以就可以开始打字。对。然后你在左边打的字，它就是会出现在右边。那 HackND 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的一点，就是它可以作为笔记使用，但是它也可以变成一个网页。然后再来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所有人就是共同编辑，所以就是不管就是可以让同时可能几十个人同时在这个画面上打字，所以大家如果登进这个画面的话，你可以开始看到就是有非常多人的那个游标开始在上面移动，就是说任何不同人，就是每一个不同的人你都可以看到。自由共笔区在那个最，就是你点连接的最下面，然后你要点右上角的编辑，你就可以开始打字。然后最后就是最后呢，最后一步就是如果你想要开启自己的共笔的话，在 HackND 的画面上，就是这里有一个加号，你浮上去，它就是会要你开启笔记，然后就点一下建立笔记，然后就会帮你开一个新的。然后你如果开启笔记之后就会长这样，就是完全一个空白的画面，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打字。然后它左上角这边有各种就是编辑的功能，就像部落格一样，粗体、斜体，或者是杠标，或者是 highlight， 然后有一些项目符号的功能，这里有。然后你如果不想要这份笔记了，你可以把它删除，但是请大家不要把我们的笔记删除。就是这里有一些分享的功能，就是可以调整权限或是公开发表，然后这里有一些进阶的功能，那大家可以参考。然后你可以在 GMB HackND 里面看到所有就是社群大家在协作的共笔，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GMB 社群公开的共笔。哦，大家到那个新增的画面就跳开了，因为那个我把刚才把笔记删除了，那我把它我再一次哦，新增笔记之后就会出现的画面是这一个，现在应该有了吧，就是一个现在大家就是完全空白画面，然后这里就大家就是可以看到完全空白的画面，然后就可以在这里打字。然后它也有就是跟部落格一样，就是可以粗体或是斜体，就
是你把字选起来就可以对它进行跟动，然后就会显示的结果都会在右边。然后这里也有引用或是项目符号等等的功能。然后右边这边，然后你如果要改动这一个编辑画面的话，它有三种模式。第一个是纯编辑模式，就是只有纯黑画面。第二个是并行的，就是黑跟白。然后再来是纯浏览模式，就是只有白。然后你一定要就是回到编这个黑色画面，你才有办法编辑。然后右边这边也有一些按钮，这里是你自己的按钮，就是你可以回到你的画面或者是一些设定。然后再来这个是一些共享的连接，就是你可以设黑跟黑可以设定自己的自设定自己的网址。然后再来是这里有一些选项，好的，那我就到这边。设定档名就是刚才说的档名的意思是你知道了，档名的意思就是我们通常是会打一个井号，它就是第一大标的意思，然后它也有第二大标。然后跟第三大标，就是井号。所以在最上面的第一大标，它就会是档案名称。好的，然后那我们就是黑跟黑的部分基本上基础就先到这边，然后大家有问题真的等一下可以随时去问。然后我现在先把那个接下来的部分讲完。就是回到我的简报。不好意思 ，Base， 你的那个荧幕分享可能要先关掉再重开，因为那个直播那边好像没有画面。好，那我现在都关掉了。那我重分享吗？好，嗯，再重新分享一下。这样有吗？OK。好，那我继续哦，就是等一下选修课选修方法，我有列出了两个选修方法，就是有参加今天活动的人应该就会，你现在应该是正在填学习单的状态，然后你如果填完学习单的话呢，你就会看到选修课的链接，然后购票验证码就是刚才一直有强调的数字是1024，是1024，是1024。然后如果没有参加今天开幕式的人，我们今天开幕式结束之后会一样会把今天的录影上传到 GDV 的 YouTube 上面，然后看完录影的人应该就会知道要怎么填这个验证码了。那我们就是会把今天的连结也透过 KKTix 寄给大家，所以应该所有人都会收到从 KKTix 寄出的。
然后前两天好像大家会就是大量收不到 KTips 的信，就是因为 KTips 最近也就是频频宕机，所以就是对最近因为线上的活动使用量太大了，好像很多服务都很容易出问题。嗯，所以就是要请大家就是勇于问问题，我们就会知道哦你没有收到这样子。然后刚才说的就是步骤就是你刚才你收到选修课连结之后，你回答购票验证码就可以自由选课。那我们每一堂课的限额是70位，额满为止。每一个人可以重复选不同的选修课，最多就是我们有就是每一个人你就是进去，你每一次只能选，你每一次一个步骤只能选一堂课，但是如果想要选两堂课的话，你就是要重复两次这个动作。所以你只要有抢到选修课的票，就代表你选课成功。所以你选课成功之后，你之后就是可以跟着选修的老师一起上课，然后你可以教他们的作业，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参加 office hour 问老师问题。但我们所有活动其实都是自由的，所以其实你就算没有选到，你也可以就是可以来旁听。只是就是我们要大家选课，是因为我们最后会发修课时数给大家，我们所有的修课时数会以有选到课的人为主。好的，好，然后我们那个接下来四点就是那个紧张刺激的选课时间。那我们就是事不宜迟，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请就是选修课的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他就是每位老师的选课内容。然后因为我觉得今天就是这个运作就是第二堂可能也卡了问卡关系，所以大家可能问问题看我们是不是就在第二堂里面问就好了，不然大家会开很多画面很累。虽然说我们其实是有准备 slide 的，嗯，好啊，还蛮难那个借来借去的。 嗯，好，那我现在把荧幕分享关掉了。然后我们现场有我刚刚看到哲伟要上来讲一下就是地址资讯的课程内容吗？好，哲伟出现了，有听到吗？有，对，我是那个地图课，就是地理资料跟地图应用的其中一位讲师。因为我们这个课程还蛮特别，是我们在社群里面蛮多的专案，刚才提到像科纳专案，或多或少都有用到地理资料，就是位置这种属性的资料。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系列的课程总共有五堂课，那各位也可以在选修课还有一些介绍页面上看到。其中前两堂或前三堂，它比较接近就是地理资料的应用，或者哪边去找到，例如说美食店家这样的地理是有地址的资料或有位置的资料，去哪里找这些资料？然后找到资料之后，有没有什么比较好上手的工具，把它做成线上地图 ？OK， 这是大概前三堂课会期待大家跟着我们去了解一些工具，像 Google My Map 或者 U Map。甚至像一些 GIS 的软体叫做 QGIS 等等。那在这三堂课之后呢，我们会有两堂课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各位有可能听过像卫星，就是在太空中一直围绕着地球这种卫星，那卫星也是一种地理资讯。那我们有邀请到农委会的水土保持局的他们最近长期在开发一个叫做 BigGIS 的卫星图资的一个平台，那这也是线上就可以马上大家可以使用的。那我们有邀请到水保局的代表跟讲师，应该是幼博还或者一些同仁会来介绍 BigGIS 怎么使用。那同时间水保局也有在收集这种历史的灾害照片，这些也是都可以点在位置上的，所以在水保局部分会介绍这样的卫星然后影像的资料怎么样也变成是地理资料应用的范畴。
那最后一堂课呢，会请比较从民间的公民基金会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地球公民基金会这样的一个 NGO， 他们很关心环境的议题，特别在农地有可能有一些违规使用，造成一些农地污染，所以他们来到社群来想说，可不可以做一个线上通报的地图，也是一样的地图的应用，让大家去拍照说，这边有一个违规的工厂，违规的建筑物，那拍的照片就可以方便这样的组织去整理这些资料，告诉市政府或者告诉公部门说，这边有一个需要拆除的违建。所以这样的一个专案叫做农地违章工厂的举报图台，这样的专案在社群面是怎么样出现的？各位也可以去看到说他们的整个网站其实还有这个使用者的环境的设计，比如说这样的照片的流程，他们要怎么做一个使用者的体验，还有他们的 logo， 还有他们的一些形象，其实就会比较接近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地理资讯的专案的一些面向。那就我知道像参与者们大概就会个别分享说，在设计师的角度，他怎么样来思考美术设计、版面设计来工或资料处理的工程师，他怎么样来设计这样的资料库，这些就会在第五堂课用一个很具体的综合性的专案来告诉大家这个应用的方式。大概就是我们地理资料的部分。那我们的频道谈地理资料或发问的话，你可以到 Slack 的 GIS 小写的 GIS 的频道，会找到就是社群上比较关心或者在使用地理资料的朋友。以上是我这边的说明。德伟，那我们 FACE 的讲师有来吗？简单的帮 CoFACE 真的假的讲一下 ，CoFACE 是就是在GDP 诞生的一个事实查核的平台。那我们这次选修课有请到 CoFACE 的共同创办人比林跟等来跟大家介绍如何事实查核。那什么叫事实查核呢？这个我们就是会交给CoFACE 的比林老师跟 Johnson 老师，然后会教大家就是如何登进他们的平台，然后一起来做事实查核的编辑。就是他们叫 CoFACE 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希望可以就是邀请大家一起 co， 就是这个事实是共同去证实的，所以有一个 co-work 或是 CoFACE 的概念这样子。那如果你对事实查核或是假讯息这些事情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选 CoFACE 事实查核课。好，那我们接下来那个是那个 Team Monk，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直播的部分吗？OK， 好，大家好，我是 Team Monk， 然后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看到，我现在其实就是用我自己的OBS， 然后把它伪装成一个 webcam 来变成一个客制化的虚拟镜头这样。稍等我一下下。好，然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在自己上线上课程的时候，帮自己的镜头做一些客制化，这样子是一个 OBS 的一个控制方式这样子。我先把关掉一下。你可以看到，其实我现在其实是在帮现在这个活动去做直播。我现在在用另外一台电脑来搞这样子，画面会很糊化，还蛮正常的。这样就是那个刚刚的那个画面，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一个介绍这样子。
在直播课的课程的话，基本上我课程的设计就是每一个操作其实基本上都是以有一个实际我们真实在直播上面需要处理的案例为主，这样。所以因为会想要这样设计课程，主要就是学习会比较有动力，比较不会很茫然，就不知道说我学这件事情是要拿来干嘛。那基本上在这个课程的设计比较不会这样困惑，这样。在设想说学生如果想要学的话，可能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哪些部分，主要就是说如果你们想要办社团活动的话，可能得到这样子。然后跟用直播来赚一些打工或是赚钱也可以这样。直播其实也可以就直接录你的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录你自己电脑的影像的话，其实也可以来学这堂课。其实 OBS 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来自己录一个线上课程这样子。我基本上 OBS 的软体来做线上课程。所以如果你自己也想要帮你他学，如果你有什么自己特殊的技能的话，文道有先后嘛，搞不好其实你在某个专业领域其实蛮厉害的，这样只是你缺少一个线上平台或是线上平台的工具来让你的教学让大家知道，这些都可以做到这样子。学的话就欢迎来选修这堂课，谢谢大家。感谢 T Monk。那我就是今天危机的朋友可能也没上线，那我们就是我稍微也让他们讲一下。那我们这次也有请到就是 Wikimedia 台湾，就是媒体台湾危机媒体协会的朋友来跟大家介绍如何编辑危机百科。我们这堂课的概念就是你没有编辑过危机，你也在写报告的时候查过危机吧。所以到底危机百科它是怎么样，就是由一个公开的社群编辑而成，然后可以成为就是让所有人就是写报告的时候必须要查的一个就是公开的站呢？那它危机百科其实也就刚刚有提到的 COVID 其实也都是就是由众人一起协作而成的一个开放的编辑平台。那你究竟要怎么就是成为危机的编辑呢？如果你对这堂课有兴趣的话，也欢迎选修这堂课。然后所以我们的选修课大象是这样。然后我们今天有那个 Peter 还在吗？就是有一堂必修课的老师也可以来跟大家打招呼。那个剩下有来的老师都请来，可以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Peter 还在吗？怎么了吗 ？Hello， 不见了，请跟大家打招呼。就是我们就是除了选修课之外，我们其实今天我们也会就是把剩下的必修课的录影的连接寄给大家。那我们必修课除了今天的两堂，就是刚刚伊莎贝跟我的内容之外，我们还有 Peter， 然后跟KY。跟大家讲就是如何从一个就是从用实际案例来说明如何开始你的专案，所以 Peter 是我们其中一位的讲师，然后录了非常精美的一个小时半的影片，所以欢迎大家就是稍晚的话可以去看。对，就我只是想要讲这个，然后就是欢迎大家打个招呼。然后我们今天的选修课连结，然后跟课程连结，我们都会寄给大家。所以希望大家在那个当初在 KKT 时报名的 email 都是正确的。就是有些人好像我们前几天有收到，就是有些人不小心会把，就是例如说 Gmail 可能会拼的比较奇怪，然后你就会收不到信，可能会拼成 Gnail， 可能会有些人不小心拼成 Ginal 之类的，就是拼错了就会收不到信。所以大家请务必去确认 KTX 上面的 email 是正确的，是收得到信的，我们才能够把东西寄给你。然后如果你没有收到我们说，如果你没有得到任何一个连接，都欢迎在 Slack 上面询问我跟怡杰，或者是你就是公开在频道上询问，然后我们都会留给你。
然后线上协作就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过程，就是欢迎大家就是随时的回馈，我们就可以随时做修正这样子。好的，我们现在是要等四点吗？大家是要冲进去选课吗？还有一位朋友在问说要怎么选课，选课就是刚刚有那个 KKTix 的选课网址在贡笔上面，然后你就可以去看，有四堂课你可以去买四个票种，其实每个票种就是选修的意思，有买到就是有报名成功，然后你报名的时候会有一个验证码，那刚刚都有说验证码是什么对 OK 四点了，所以请大家可以开始报名哦。你可以大家请点进 KTX 连结，然后点进去之后你就会需要输入购票验证码，然后我们购票验证码刚刚有提示过大家了，然后输入之后就可以开始选课。嗯，然后如果你有亲朋好友，如果你有亲朋好友你想要推荐他们来上课的，也可以推荐他们来选选修课。但我们都是建议就是你要把就是必修，就是要上选修课之前一定也要把必修课上完。好，你下边要讲什么？讲就是最后要看一下大家学习单的结果。对，我们现在要来看。对，请大家先抢课，抢个课。先抢票好了，然后我们准备一下那个成果怎么看会比较好。诶，那我们到另外一间看一下好了。我想说我看看用 DJ 去分享荧幕，那会不会比较好？OK 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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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以杰，那我们等一下五分的时候来分享那个学习单吗？我现在开了一个 bubble 跟你，然后大家应该也是会偷听到我们讲话，只是我想说小声一点。然后我有把 DJ 的画面那个看一下。这样子看可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什么问题？清楚吗？你有看到 DJ 加了 B 吗？可以，够清楚。有，我有看到。好，好，我们来看看这样可不可以解决这个荧幕无法分享的问题。有一位 Zoe 说一直登不进去，是哪边登不进去呢？我有看到好像大家选课非常的踊跃，那我觉得可能可以调整一下名额了。讲师们地理图资没有了。什么？对，地理图资没有了。我天哪。对，有没有抢到的状态，对不对？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大家没抢到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我们
要问一下讲师有没有心理准备。没有心理准备。讲师们的心理准备，等一下访问一下哲伟，好看佑博。因为如果要调整报名人数的话，我等一下需要将活动下架一下，所以就是我要先等现在我在报名的朋友先报名完，然后我可能晚一点我们再看要调多少数量，然后我们再公告给大家。我有每个影片，就我们原本都跟讲师说一个影片录20分钟，但有讲师录了一个半小时，有讲师录了一个小时跟两个小时，所以大家衡量一下自己上课的状况哦。这边然后呢？下架之后不用重新报名，我只是因为需要调整，就是那个上线。所以不用重新报名，就是有报名成功就代表已经报名成功了。那只是如果大家真的超级踊跃的话，我们就再调整一下上课的人数。太开心了，大家太棒了，我很惊讶哈。我们到现在两个小时都一直维持着120个人，我觉得大家好厉害哦，真的。希望大家觉得今天的课程是不会无聊的。因为我看大家都在，应该是不无聊吧？刚刚有讲，如果无聊可以随时离开。看起来大家不要离开，真的。然后我现在，如果大家看到有一个 DJ drop the beat， 是那个我现在尝试用另外一个方式做荧幕分享，所以可以点一下他的画面。嗯，这样子应该就不会发生 AV 传播给大家的状况。嗯，我们来试试看。哦，大家都说不无聊，真太棒。Office Hour 的登记表是上课那个礼拜填还是现在填？现在填也可以。然后因为它是可以你一直修改内容，所以如果你要去之前觉得没办法出席，你要再改不能出席，或者是你要再多加出席都没有问题。那个只是为了要让大家可以去那个登记，就我们可以去核对你有没有报名，然后有没有时数啊，主要是认证。那如果你没有在乎这个认证时数的话，就没有关系。居说觉得很好笑，哪里好笑？居说觉得今天很好笑，很好笑就对了，太棒了！因为好笑是重点哦，太感谢大家了。社群为什么有这么多志工可以留下来，就是因为有趣。然后大家都就如果无聊，大家就不会一直待着，因为毕竟是没有钱，然后又很花自己时间的东西。说他还一边切菜一边上课。认证有什么用？认证呢？这可能要问学生们。就是如果大家在申请一些大学或者是一些需要奖状的时候，我们这边会提供一个证明，这样子。到八月十，对，因为我们是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但不是每天，就是因为是选课嘛，所以我们会有影片释出，然后就安排自己去看。那如果大家现在在那个我们的共笔首页的话，会看到课程影片，就是有陆续上线的部分。现在第一周的课程都已经上线了，总共有四个，除了今天的开幕式课程以外，还会有另外四个课程，影片都已经上线了。点进去的话 ，YouTube 都可以播放了，所以就至少可以占掉大家这个礼拜的四个小时了。GTV 奖状，GTV奖状，对，我们有奖状，我们还会压钢印哦。如果是实体的话，但是因为现在是线上没办法，线上就是有数位证书啦，会寄给大家。这的话就是你有报名成功，你今天能够进来，应该就是有报名成功了，就是有在 KKT 上报名，我们就可以核对你是谁，然后你参与过，你交了几个学习单，那个学习单对应的时数这样子。好，那我看看大家现在报名的状况。目前报名的状况，真的假的？应该都已经额满了，看起来是都额满了，有60位了。然后直播的也有60位，大家还有在购票中的，我们再稍等一下，不然我如果下架活动，就现在在报名人就会没有办法报名。那如果真的还有很想要报名课程，我们应该会再调一下课程的数量，让参与的人可以再多一点。
选修课要去哪里上课？有提供网址吗？好，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在今天的共笔里面哦。今天的共笔有一区叫做7月17开幕式开始上课，那边总共会有三区，一区叫做课程影片、课程教材跟脚教作业，所有要上的课程都会放在那边，就是是用影片的形式呈现，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直就是如果是两三个小时的课程，如果要定一个时间点让大家都能上线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就用录影的方式请讲师录成影片，那大家去挑选这一周里面你可以看影片的时间，然后如果在影片过程中有疑问都欢迎可以在 Slack 上面提问，或者是到我们周六的解惑时间去做提问。那个齁，我们这里没有跟任何单位配合，但是我们可以提供这个证书。那证书就是可以在你的申请资料作为附件有一张奖状，但是志工时数什么的那个可能要看你们的学校哦。哦，有一位说桃园青年局有开放到10月的青年资讯志工，然后其实桃园县政府也有在跟我们联系，所以你可以如果你们有去问问看的话，或许有机会。最后一问的名额是说必须就是整个活动还是说是选修课的东西？选修课名额吗？选修课名额我们等一下会调整，就是刚刚因为大家反应非常踊跃，所以我们会再调整一下。没报名成功也可以交作业，只是就不会有时数认证。嗯，必修课没修过，只修选修课就没有认证吗？也不会，只要我们有就是有登找到你的 email， 我们都可以帮你做认证。Isabel 的简报也会上传吗？会的，等一下都会一起放在那个教材区。Isabel 的简报，因为，我讲一下 Isabel 的简报，因为要处理一下授权的标示，所以可能会稍微晚一点，因为我用了太多大家的素材，就是每个人的授权不太一样，我可能得要每一页去把它标出来，这样哦。Hi Peggy， 没关系，你可以先。Isabel 就是他要处理授权，因为他有用一些照片。对，钢印的部分是实体的课程，很抱歉，因为我们就是如果寄实体，我们还要知道大家的地址，然后寄给大家，有一点难。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次的话，就是给大家数位，没错，你可以自己印，你可以用各种你想要的材质，你要护背也没问题。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加钢印，就欢迎在实体解封之后拿到 G0V 的办公室，可以跟我们联络，我可以帮你盖钢印，就是你可以再跟我们联络这样子。好好，那个选修课的部分现在真的是快额满了，我会再把课程数量打开一些，然后晚一点大家可以再上去看看是不是还有名额可以报名。那伊莎贝现在要来看一下我们那个 DJ Jollibee 的画面吗？嗯，好啊，那这个就是刚刚大家讲的学习单，然后我问了两题，一个是最难懂，一个是最难做。我觉得那个答案真的超有趣的。没错，懂的。对，最难懂的是什么啊？是尊重现实，寻求解放。哎，我觉得这个大家的答案跟我想的一样。哎，因为这个其实在社群里面，我觉得还会有很多讨论，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来这边就是我们就是要来改变社会这样。对，但是并不是。不改变社会，只是我们在改变社会的时候也许可以就是怎么讲，不要那么愤怒，然后稍微同理一下。那没有难懂的人最多，我觉得超棒的，表示我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好，拍手。来，那再来我们看下一题好吗？对，最难做到的是，哎，画面有点模糊一点。啊，真的吗？哦，好，那有可能是每个人的网络问题，我只能再放大一点。哦哦，我只能再放大一点。好，这样很清楚了，这样对我好，因为我要看得到字。好，最难做到的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你就是那个没有人。对，这件事是最重要，但是也是大家觉得最难做到的。然后其实这一个秘诀在刚刚大家都容易懂，只有好像只有三个人觉得这个是最难懂的，但是反而多数人会选这个，是很蛮多人选这个是最难做到的。嗯，确实还蛮难的。那另外就是空话少说，放马过来。刚刚 Base 有提供一个新的翻译是废话少说。
方法过来这样。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棒。哎，画面还是不清楚，让我看一下第二第三是什么。最难做到，然后再来是第一难做到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做这个，没有人做这个。那第二是空话少说，第三是尽早释出，经常释出。我觉得没有很多，我其实会觉得尽早释出、经常释出，其实可能对年纪大的人来说还蛮困难的，因为很怕丢脸。大家就不要怕丢脸嘛，反正镜头不要打开就好了，对不对？或是那个 ID 取个没有人认得出来的就好了，这样。那另外就尊重现实，寻求解方。虽然很多人觉得难懂，反而比较少人觉得难做到。嗯，很棒。然后另外还有九个人觉得都可以，太棒了，谢谢大家。那希望大家都记得，我们这个可以就是今去的课程。以杰，下一堂是什么？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对，下一已经没有面。这个是刚刚就是大家有做到就要记得打勾这样子。OK OK， 所以的手把手很蛮多，手把手还蛮多人都应该还蛮多人都有做到的。对，太好了。好，那我要继续讲，就是我们这个临时小学校的课程也是基于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的想法在做，所以我们其实每个礼拜都会在调整，就是我们的做法内容，包括今天就是跟着汤他就是不太 OK， 那我们可能也要想办法看怎么调整，像以杰就立刻去找别的 solution 来。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的话，也欢迎随时在就是我们的 Slack 里面互相讨论，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讨论一起修改是非常重要的。嗯，好，那没错，对，那贝斯和以杰我们要分享什么？就很开心，因为我们筹备这个筹备很久，然后转成线上我们都很焦虑，就不太知道大家的出席率跟参与度。那今天就很感谢大家，在昨天就已经有一些朋友上线，然后今天大家都跟我们一起两个小时，然后完成了今天的开幕式这样子。我们今天也来拍个照好了，要不要来中间大家跳个舞比个爱心啊？可以跳舞，要，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好，来来来，快点到台湾那里吗？录影的跟那个直播的小帮手，他们画面都应该有拉比较大，所以大家应该站远一点都可以跳舞。有人已经在偷偷开泡泡了，是不是？泡泡了是不是？案例的话可以跳舞，然后也可以有表情符号，然后大家自己抓一下距离。321吗？拍个照。好啊，那个谁要拍勒？大家都可以一起按。这个看有没有人要录影的，要录那个动吗？动的。哦、嗯 oh, ，OK， 好，那321，拍一下吧。Hey. 好。OK， 谢谢大家啦。对，输入法要调成英文。那我们就，好，有问题可以现在问，然后如果要离开要聊天，都可以。对，这边会开始啊。嗯，你是说 office hour 的吗？对，那个 office hour 的有上课的话，也都会有认证时数。office hour 你会填那个申请解惑申请单，我们就会知道参加，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可以计算。把台湾占得满满的。昨天有一位朋友说他是香港来的，有没有从台湾以外的来的人可以举手或是放个烟火吗？放个烟火。建造师分享心路历程。OK， 这个场地补充一下，不错。补充一下这个场地，这个场地是君岭 V 黑客松很常会举办，就是很我们基本上就是会在这个场地举办黑客松。那这个场地是在南港中研院的资讯所，
样，所以如果解封之后我们办实体黑客松都欢迎大家可以报名，然后来看看是不是跟今天场地长得很像的话，就工程师就是照着那个样子地图去把它盖出来，其实不太难，但是得花一点时间。课的课程会录制成影片，必修课的课程已经释出了，如果你现在在那个我们 SSR 这一次的官网的那个共笔首页的话，就会看到开始上课这一区有课程影片，那第一周课程影片都已经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了。我这边也贴一下认证，第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有在那个 KKTX 报名成功，我们才能够认证，就是你有报名这样子。然后上课的时数，每一个课程时数都是你自己去看。然后我们能认证的方式，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影片嘛，所以我们认证的方式就是每个影片的讲师都有一个小作业，那个作业你只要缴交了，我们就会登录说你算是有完成这一堂课。比如说这个影片两个小时，然后它的作业你缴交之后，我们就会算 OK， 你有两个小时的时数登记。然后 office hour 不是必须的，是如果你有问题想要上来跟我们讨论，开麦克风，就像今天可能100多个人，你不好意思没关系，那你就等到office hour 人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可以分组讨论的时候再上线来讨论这样子。作业缴交的方法，基本上作业缴交方法应该通常都是表单，那如果不同的选修课讲师有不同的作业方法，他们都会再告诉你。然后所以如果你在我刚刚丢的那个网址上面连过去，会看到作业缴交，现在已经有几个作业可以缴交了。第一个就是7月17开幕式学习单，那个你们刚刚已经填完了，所以才能拿到选修课的密码。那现在下面三个就是请大家看完影片的时候都可以去填写，然后这个连结在你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它的资讯栏也都会附上该堂课的作业。对，有被刚刚有提到说 HackMD 是否用原本的 HackMD， 不一样，因为 GLINGV 的 HackMD 我们有特别去跟他们申请一个空间，所以 GLINGV 的网域可能需要再重新申请一下。片可以提供下载或是放在 YouTube 上面，现在都已经放在 YouTube 上面咯。今天的第一个开幕式的作业就是学习单，然后这一周的必修课作业现在在上面已经可以看到了，总共有四个作业。我来尝试一下荧幕分享会不会成功，在往下拉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可以把这个改个名字，就是教材专区或者是上课影片，这边就会有课程影片。那第一周我们总共会有六个课程，前两个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上过的开幕式课程，那下面四个现在如果你把它点开的话都已经会是 YouTube 影片可以直接去观看。我们要认证时数呢，就是在缴交作业的地方，一样四个课程的作业都已经放在这边了，点开会是一个表单，那你完成表单我们就会认证你已经上完这个课程。有没有作业清单？Peggy 这样子算作业清单吗？还是你觉得要怎么样更详细，或者是缴交的时限？其实我们没有缴交的时限，我们在八月，我们应该说有一个缴交的时限，这边的活动时程我好像有写到，看一下。哦，时数认证这边有写一个，所有的课程作业缴交时间是在8月22，我们抓的时间就是8月14号闭幕的一个礼拜后。那在那之前你只要把这四周所有的作业都有缴交，我们都会去计算，不会说这个就是，当然你可以拖作业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你自主学习的时间，所以你要早一点交晚一点交我们都没有意见，那只是我们计算的时间会是这个时间点之前的影片的作业这样子，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压死线。好， OK， 站在台湾上面看起来超可爱的。
下次回来就闭幕式，没有，我们刚刚讲就是下礼拜六我们一点到三点会有 office hour， 那如果你没有登记也没关系，但就是那时间可以上线来跟大家聊聊，然后这个场地会一直开放，所以如果你在这一个月中有交到新朋友，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想要讨论的议题，都可以约在上面讨论这样子。上面课程的时间就影片，然后交作业。那表单上面是什么意思？这题我有一点不太清楚，可能要请你补充一下。课程时间这句话是什么？是指什么东西？课程在哪里？因为讲师们都比较忙碌，所以我们会一周一周释出我们的课程。那现在第一周的课程已经释出了，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共笔上面看到。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传 email 问，然后也可以像是到 Julie 的 Slack、EDU 的频道或者是 EDU Camp 的频道回答我。提问我们都会回答，会比较慢回，因为它可能会淹没在信件当中。但是如果在 Slack 上面，我们基本上一天24个小时应该有20个小时都会在上面，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提问，那里得到答案的问题会比较，得到答案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强烈建议大家在 Slack 上面问问题，因为 Slack 上会有100个人可以回答你问题，你如果 Gmail 的话可能只有乙杰跟 Base。 对，因为像今天虽然是九松团，所以九松团主办，但是像刚刚 Arno 或其他讲师都有协助回答，那如果你寄信的话就只有我跟 Base 会看到，然后来得及回复这样。有人说没看到课程，在共笔上面呢。来丢一下，我看一下，现在有看到我的画面吗？有看到我的画面吗？确定一下，大家有看到吼？有。好，我们这里往下拉课程影片，这里就是我们第一周，第一周就是7月17号今天到7月24号，我们预计的影片，讲预计要给大家上的课程影片。那这个全部都是超连结，所以你点开之后就已经会是一个可以线上上的 YouTube 影片可以观看。然后第二周在这边，那第二周就是7月24号下礼拜的时候会释出，第三周就是下下礼拜会释出，我们就是一周释出一些影片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这三周都还跟不上，那你8月7号要把一次把四周影片都看完，那也没关系，我们都很欢迎。这样子讲有比较清楚吗？表单上写